连贯坐呢就是，再往后一点，七八打一二三四啊，先有这个造型，然后落脚五搭六，俯上身七八趴地，对的，你看，然后这个脚外侧是冲前的，就是它不是这样你打开的，膝盖是关住，因为你的胯要留在正肘，握手握下来之后，先看右手。右手用你的这个虎口掌，刚才讲过的虎口掌，做一个像括号一样，从里拉到外，哎，对，一个括号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从里拉到外，然后手指尖对着自己，胳膊肘拎起来，一、二打三、四，放在那个胯旁一位手，在这个位置上啊。然后左手呢是做一个哒哒哒哒哒落下来之后，有一个从下到上提的这样一个勾。一个勾形啊，也是虎口掌，一二三四，同时一起做呢，就是一个从里向外拉，一个从下往上咬啊，这两个手你自己要协调一下，一二打三四啊，你看这个路线非常的明确啊，一个是括号打开，一个是勾形往上，一二三四，然后接下来呢，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双手交叠做一个穿，右手像一条小鱼一样啊，顺着这条小河往后游，往后游，兜一个圈，游到哪里？游到你的掌心虎口对着八点方向啊，平游了一圈，跟着你的上身跟着它啊打开。那左手呢，就是做完穿了之后，就安静的放在你的左胯旁边就可以了。右手做完穿之后，是要一直带着你的身体。做一个圈，拉开到八点，八点之后这里是五六，然后最后小鱼游过来之后带起了这个这条小河里的一个波澜啊，一个这个对，一个波澜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水波，然后小鱼穿过来之后呢，做一个用胳膊肘带的软手啊，就是模仿那个水波被小鱼游过来。惊起的一个小小的波浪啊，双手都要做啊，左手在这儿做，右手在这儿做一个小的七打八啊，温柔一点啊。好的，那我们手脚连起来看呢，就是胯做 U 型的时候，手在做一二打三四，最好是能在这个造型上有一个稍作的停留，然后落脚穿手五转身。六锁胯，要锁胯啊，不锁胯就变成这样了，所以胯要留住。五六上身俯下去，然后一个小的波浪。七八，好，这就是第二句啊。那我们前两句连贯起来做。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打三四，落脚穿手五。屈膝顶胯。
三道弯啊，就移到这儿。从玉龙雪山上面滑下来之后，移重心到右脚停，移重心到双脚停顿，然后再转移重心到右胯啊，屈膝三道弯，节奏是两拍一个动作。六七八打一二，在这儿啊，膝盖要赶紧夹紧啊，一二打三四下来，五六打七八啊，一定要经过中间的这个重心，六打七，再快速的把你的胯部从右边顶出来，再形成三道弯。只要傣族停在那儿，他要么就是拔着的三道弯，他要么就是蹲着的三道弯，反正一定是要把你的身体的曲线保出来啊。右手往左边找，因为我们是往左边转的啊。找回来之后，右手找左手，在你的左胯的位置做一个提裙手啊，大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手指头捏住你的裙边，有一个往上拎的感觉啊。傣族的提裙手，一。二啊，这三二，三二过来之后，双手叠在一起，三二提着裙子，然后提完之后，手背蹭着旁腰，找到耳朵根，往上穿，穿上去就是这个刚才说到的小鱼手，啊，大拇指分开，往正上方，三四穿上去，对，整个那个人要拎到最高，大臂呢不要和你的头中间有这么多的空隙。夹的直一点啊，大臂完全的贴近耳朵，这里是三四，然后啊，两个动作连贯起来做一次啊，这里六七八三二大三四穿上去，然后从玉龙雪山上坐索道滑了下来，左手拉下来到胯旁，右手经过一个最长的路线，找到八点，收胳膊肘啊，先直臂。直臂最长的路线，然后快要到位了，折臂收回来，大拇指虎口张开啊，虎口掌，然后对着自己的这个脸部的方向，对，最后不要伸出去啊，一定要收回来。五六搭七，分别是两个造型。第一个造型呢，就是用我刚才说到的那个这个准备位，通过到这里之后呢，左手就近在你的胯旁变成。这个虎口掌，虎口掌贴在胯旁啊，胯旁一位手这里，从这个位置变，这是左手，然后右手是从这个位置往你的三位手的方向提上去，在这儿头顶正上方，然后都是这个三道弯的感觉，一二三，这里是一二三啊，那个就是。奥尔良烤鸡翅的这个形状啊，就是这个样子，放在一只放在下面，一只放在上面，哎，对，就在这个位置上啊。好的，然后都要双手都是从这个腰间打一变过去，对，到这个三位手和一位手的位置上，然后搭一，这里是两个造型，那你从这个动作回来，重心也得是两下搭一，一定要先经过中间，再移到旁边啊，再看一遍。五六，哎，这里是三四五六搭，六搭回到中间，七顶胯过去，六搭回到中间，胯旁准备手，七造型摆好不动，胯一定要顶出去，这么做就不好看啊，这是水桶腰，一定要把它顶到三道弯的位置上，对，在这儿，好的，这是第三个八拍啊，提裙手，玉龙雪山，撩小河，胯旁。奥尔良烤鸡翅，来一次啊！从这开始，六七八打，提裙子，打开玉龙雪山，好，手伸入到小河里捧水，回到中间，奥尔良烤翅，对，顶胯啊，这个位置，好的，这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往下屈伸呼吸，膝盖呼吸两次啊，膝盖的一个呼吸的感觉。四二哒三四，然后傣族的这个屈伸的动率啊，每个民族它都有它的这个呼吸动率、屈伸动率。傣族的动率是往下沉的，一二哒三四，它不是不起来，它也要起来。起来的时候呢，一定不要窜，要柔和啊，要柔和灵动，柔和灵动去把感受一下那样的感觉啊，它不是一二。三四不是疯狂去蹬膝盖啊，不是猛的蹬膝盖，
是一二三四，要留有一点余地啊，不要把膝盖完全蹬直，然后往下沉是慢的，往上起是要轻巧要快的啊，两次，六，顶着胯做啊，七八四二打三四，然后重心移到左脚，上步右脚踏步，上步右脚踏步蹲，五六七八站直，每一次的屈伸都要感觉去加强你三道弯的那个幅度啊，就不是这么正的往下蹲，而是四二，这个胯还得往上拎，这个腰还得往回夹啊，四二打三四，然后快速移动重心，五六七八站起来，然后我们说一下手上的动作啊。但是你的眼睛啊，因为我们到这里大两个造型的时候，刚才很多人问我说头了，这个下巴颏要扬上去，要看斜上方。然后接下来四二三四，手上是没有动作的，但是你的眼睛要从斜上方四二打三四画一个弧线，从八点落下来，看到八点的斜下方啊，转头四二三四，整个下巴颏对着你的左肩啊，就是有一个头部的动作。然后五六七八呢，就从你的奥尔良烤翅手，左手拎起来，右手从左手外侧穿过去，做一个向远看风景啊。右手呢是一个直臂啊，带着你的视线去浏览云南的这大好风光啊，秀丽山川，秀丽的景色。然后左手呢是做一个收小臂，一个折臂的，从右边耳朵摸后脑勺到左边耳朵一个缠头啊，缠头绕手落下来。那双手一起配合，就是一只是直的，一只是弯的。五六七八，你的眼睛呢是跟着右手啊去眺望、远望这个面前的这一片美丽的花海也好，春城啊、大理啊、玉龙雪山啊、这个丽江啊，就眺望一圈啊，这样的一个感觉，眼睛视线看得远一点，就在你踏步上步的那一下，四二三四，从玉龙雪山上看下来啊，四二打三四，低头了，然后从这个位置走，穿手上步，五六七八，站起来。他的这句歌词唱到的是玉龙雪山闪耀着银光啊，你就唱到这儿，那你就要看这个银光啊洒落到这个大地上落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路线啊，四二三四眼睛动，还有膝盖的屈伸，五六七八跟着右手慢慢打开啊，脚下就是右脚上前踏步，一直提气到膝盖站直为止。好吗？这就是所有的内容。然后我们来讲一下那个第三个八拍和第四个八拍连贯跳一次啊。从这第三个八拍是小鱼刚游过来，五六七八转身提裙，三二穿玉龙雪山，三四然后落下来，五六好这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造型，从后面看。你的这个膀子啊，傣族很少有这样松着后背的动作，一定要把这个肩胛骨和胳膊肘使劲的往上提，要感觉你的这个手指尖要超过你的胯，哎，不能跟你的胯平齐，这样的话摆过来啊就看不到，就少了一条手臂，所以这个手使劲的拎起来啊，从那个一点方向要可以看到你的后面的这只手，对，然后指尖还不能偷懒，得使劲的往上翘啊，是个比较累的造型。这里是五六下来，五六。准备手，低头含胸，七，奥尔良烤翅向上看，八，然后屈伸两次，四，二，打，三，四，啊，保持住三道弯，然后上步穿手，五，六，七，八，右边重心推手，并步盖手，上步长胸腰，七，八，然后下沉四拍。一、二、三、四，起到这儿，落脚穿手转身，五搭六啊，注意锁胯啊，胯不要跟着身体转过来，五搭六，然后过到手，七、八转身，三、二，先找胯，胯旁提裙手，
手，直立三四，滑下来，手伸入到水里，折臂三道弯，五六，六搭在中间，七二两口赤手啊，抬头。